宫里制造局分配衣服了。自从上次做完衣服已经大半年了，23333。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23333。先用右手画个圆。画好几个圆。开始分配制服帽子。在帽子上放上装饰，黑线勾勒轮廓更清晰。
开始加入一点点细节。画出表情，黑线再次加深，依旧加入一点点细节。剪刀手出动，开始穿衣服，物理着装完成了，感谢收看。